队员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，其实我只是随便带的，我真的随便带的，超随便的那种。蔷薇啊，哦，蔷薇，我好久没有玩蔷薇队了。哇，这个伤害很猛啊！练财练到呛了，那话不是这样讲的啊！你们要分清楚什么是练财，什么 是在做效果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少人做效果做得像我这么敬业的、啊。水星要三组啊？要三组才能开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谁说一定要开水仙的，我们不开水仙也可以过，好不好？不开水仙过给你看，好吗？所以见你也会开心的事情。好，谢谢闹闹的阿俊赞助十块，谢谢。快订阅下去，给你最爱的小事。我这样讲啊，如果我这样子都过，我这样都过。那没有水仙，你没有水仙的那一格随便放就可以过啦、啊。我如果这样都可以过的话，对不对？不会不会，做效果，做效果，我觉得，适度就好了。不然你一直死，人家也是看不下去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是想要看怎么通关的啊，所以我就觉得适度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才不用看。水仙要三组，我们不开水仙啊。谁说带他就一定要开的？你们是不是都被宠坏了啊？谁说带着这张卡就一定要开它的？没有规定吧？应该没有规定吧？我今天不想开也不行啊！真的不能开，操你的！这边一定要开龙科，把这样子就不会有新珠了，王一就不会有新珠了，不要被冰冻都还有救啊！啊！好，这边慢慢打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感冒哦，所以可能会一直咳嗽。基本上呢，你阴的话走到这里呢，可以说是已经通关了，好不好？基本上走到这里呢，
已经通关了。这边只要转七康就不会死了，好不好？谁说带水仙一定要开的？到底谁说的？对不对？我不想开不行哦，不想开不行哦。好，谢谢冯瑞翔。好，下礼拜下礼拜见。好，通关了。哎，谢谢干哥的48块 ，Vigina， 是 Vigina， 谢谢 Vigin， 谢谢干爹的 Vigin， 音很强啊。对，音就是这样打。哎，48块是多少？哇，1000多哎！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。好，这一队就是这样打，很简单，不一定要水仙哦，水仙的位置任意替换，好吗？